特阵营一共三四家玩的就能活下来一家，非得玩，非得玩，非得玩，把把有，把把有，差把把剩一个的，妈的，真恶心。最后一把，什么变异？扔了。我觉得还得是黑魔打狼人能打的，别的我觉得都差点意思，还得是黑魔。黑魔他秒人呢。我要三费小组了啊！给我蹦个炉仙，蹦个那个熬夜波比啥的。我要三费小组了，一黑魔，二啊。我不，我就选三，我不听你们，我就选三。其实我应该升级的，我刚才升级有可能能给我蹦个船长啥的，不过算了，无所谓，这么劲儿。我上一轮升级好了，有点没想好卖谁，七八九，差一块钱。找条路给我。这个没问题。娃娃人吧，拿个机器人。我以为能给我蹦个炉仙啥的，一张炉仙也没有。我就是觉得杯子是半空的。帝国高于一切。我没说呀，
我不知道啊，我没说呀、啊。我这法爆鱿鱼不给他安排上一手？你他奶奶的！暴击！又他妈是狼人，真是操了！又不要鬼叔，鬼叔着啥急呀？这锁子甲熬夜波比不是锁子甲腰带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个腰带熬夜波比挺难受啊，没拿着啊。拿了直接狂徒了，这个问题不给蚂蚱呢，给点蚂蚱啥的呗。拉六，那都输了还拉六，拉倒吧，拉什么六啊？哎，他凭啥这么多呀？他为啥两张蚂蚱加4张威古斯啊？他凭啥这么多呀？他四级这都哪来的牌呢？我又恶心死了！高于一切。他妈整个法爆拉尔。能暴击不？爱暴不暴，不重要。能暴暴，不能暴拉倒。完了，兄弟们，这把这黑魔34加呀，咋整啊？哎，不去跑狼人，又跑过来玩黑魔了，头痛啊！可是我法爆已经给了，他给俩攻速，这攻速我没得合呀，哥呀，这攻速这咋玩啊？海克斯、狼人、黑魔、狼人、
黑魔、斗毒，这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呢，一会儿。差一个钱咋整？扔一个吧。得来文吧，法报给泽利。我也不知道玩啥，下波大搜一波吧，下波提一波质量。哎，他这二进制为啥没给他装的呀？他这什么二进制？我操！神之助手啊！不行，还不能地。拉起拉起七级地，活了，巨杀不给了，给无尽吧，来个无尽法爆蓝 buff。 飞机不要，要啊，应该要飞机的哈，拉尔应该撇了，不重要，七级带地。就连这个质量我都打不过，看来现在是真弱呀。来个狐狸，来个铲子，铲子他们应该不要，这他们都要铲子，来个狐狸，你们说给电刀还是给蓝？给电刀。给电刀捡坑。
这哥们儿六级把钱全递了。大棒变黑魔，可以。这鬼书给谁呀？我正在追尾。飞机。给狐狸还是给蚂蚱呢？给狐狸吧。递啥呢？递前排两星啊。递啥呢？你说递啥呢？1%什么意思？金克斯也不行啊，我以为多狠呢，也不厉害呀，这前排两星能来一个不大哥，那威古斯得一张也不给呀，最好的防守。我先上六黑六黑六黑两枪三妖德尔人，只能这样上。
给飞机。要一张威古斯，妖德尔人给我蹦一张吧。发什么问号啊？这对飞机来说很不公平。为什么黑魔枪老要养狐狸呢？我不太理解了呀。啊，为什么玩个黑魔枪总要养狐狸呢？还有这给飞机，我现在要前排威古斯，我给飞机有问题吗？我威古斯递不出来，我给飞机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现在上金克斯，你不还得第一张威古斯吗？我威古斯来了，我得把飞机卖了，我给金克斯黑魔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养狐狸养什么？黑魔枪养狐狸呗，那要枪手干啥呀？黑魔转给卢仙哪有格呀、啊，大哥呀？哪有格子啊？搞点前排装吧。这狐狸鬼叔就打个功能，你又不像他，他这黑白魔，他养个狐狸那倒行。我这黑魔枪，我整个完事我养个狐狸，我有病啊！那我上那俩枪干啥呀？前排没两枪，真他妈人玩。还得要八黑魔，我要一张威古斯，这么费劲吗，兄弟？不行，他妈捏了。前排连个两星都不给，我操！他八黑魔吗？六黑呀、啊，六黑怎么能融化了呢？因为威古斯装备太好了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我是真服啊。那个我们这是在干嘛？我不捏，我没有血了，还别，我不捏，我捏啥？他一直不出两星呢，我还能硬等啊？那我不要血了，我死了二十滴血。
还让我憋呢，妈的就二十滴血还在那憋，也不知道憋什么。黑魔转不给金克斯，等那飞机能二了再给吧，本来质量就低还下，本来质量就低呀，等一等吧，等个飞机来个二吧。哎呀妈的，带个救赎那我也要，不行我就给钱赔，那我也不能给他。我就是觉得还有让我把火男换蚂蚱的，你让我把一废牌换五废牌，不是换三废牌，是真离谱，你呀是真离谱，我发现你知道为啥上蚂蚱不上火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火男虽然说有控，但是那控制也是个屁，蚂蚱能捡魔抗，明白没？知道蚂蚱的技能不？哎呀，我火男还换蚂蚱，我操！我是这真头回听这逆天呐，逆天的弹幕啊！我的天呐！谢谢，随便聊聊。